有关过关，我过不了一晚，有关过关，有脑筋转急弯，跨过患难，挑战危难里无法子，你我知，我为你依，长路既然到此，远地怨天已是无意义，大医生都会间中染病，亦必须强颜欢笑，忍痛你不知。我是 Mary， 我现在不在香港，有事找我请留言，我回来再跟你联络了。 Mary， 我叫彭国栋，潘文静是我太太，麻烦你听到这个口讯之后打电话给我，电话号码是9782-7478，谢谢，拜拜。进来 ，Madam。咦 ，Madam， 原来你还没有吃饭啊？我有点胃痛，吃不下。你一定是最近工作太拼命，吃饭又不定时，把胃弄伤了。要不要去看医生？不用了，我吃一点胃药就行了。哎，那跟我们一块去唱卡拉 OK 轻松一下。啊，我不去了，我有很多事做。你们去玩吧。一起去吧，大家都希望你去。就算是机器也要休息一下。我真的没事，知道你们关心我。我今天拍戏还要待命，随时要走的，又不能喝酒，你们玩得开心一点。嗯，那好吧，不妨碍你了 ，Madam。嗯。喂，白妹，怎么样 ？Madam 她说不去，我刚才看见她把墨色的东西全扔到纸皮箱里，好像不要了。难道 Madam 真的跟墨色玩完了？凶多吉少，走吧。等你呢。还没走啊？是啊，哎，麻烦你帮我扔这箱东西，谢谢。哎，这些东西还很新呢，不要了。麦达，这里。什么情况？当事人是女性，叫 Kitty， 在这家公司当秘书。她跟一个结了婚的上司有奸情，后来被人发现了。上司受不了压力辞了职 ，Kitty 说全公司的人压迫他们，还想逼死他，现在打开窗户说要自杀。阿金，你做策略，阳光可人，你们找资料，我做谈判。Yes, madam。郭 Sir。Madam， 那个女事主的情绪很不稳定，我们的同事在楼上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救人。我们会随时劝她下来。不用你们帮我，走开，走开啊！你们走开啊！我不用你们帮我。小姐，你不要乱来。先下来吧，不要这么冲动啊！你先下来，小姐，你冷静一点。我们的同事来了，他们会帮你的。让我来，谢谢你啊！不用你们帮我。Kitty， 你冷静一点。我姓简，我是谈判专家，我们是来帮你的。不用你们帮我，我说了不用你们帮了。知不知道 Kitty 跟他上司一起多久了？一年多了。Kitty 明知道 TY 有老婆，他还要跟着他。据你所知 ，Kitty 跟 TY 的关系怎么样？
他已经不顾一切了，整天缠着 TY， 还要逼他跟他老婆离婚。Kitty， 我们谈了这么久，你应该感觉到我们的诚意。你要见的人，我们已经在帮你联络了。如果你不让 TY 见我，我就从这里跳下去。你不要这么激动，凡事都有解决的方法。你刚才说他们是什么人呢？是他老婆，他家里的人，还有这家公司的人，所有的人都不让我见 TY， 所有人都是坏人，都是坏人。你冷静一点，没有人能困住 TY 的。如果你想见他的话，你就更不可以死。TY 的老婆根本就不知道 TY 喜欢什么，他不知道 TY 的感受，只有我才能够令他开心呢、啊。他跟我在一起才会幸福。为什么你这样说我抢别人老公，说我狐狸精，说我下贱？根本就是他们不想我跟他在一起。TY 跟他老婆已经没感情了，为什么非要他们两个在一起吗？我跟他在一起才会开心呢、啊。根本就是所有人想分开我们。四可以解决问题吗？我明白你的感受，我知道你很痛苦。其实喜欢一个人是没有错的，但是你肯说出来，已经证明你是认真的，你是有勇气的。他们想逼死我们，所有人都是杀人凶手。只要你肯坚持，不放弃，没有人可以逼死你们。别人怎么想，不需要管。相信我，我知道你怎么想的。真的？你真的明白我吗？你结婚了没有？结了，还有一个感情不错的老公。但是如果我知道他已经不喜欢我，在外面还有另一个女人的话，我一定会跟他冷静地处理这件事。我会让他自己选，不会逼他。真的？其实感情是没有对和错的，要讲缘分。但是最重要呢，就是不可以伤害对方，不可以伤害自己。我不可以让别人看扁我。对呀，所以你千万不可以做傻事。来，先下来吧。TY也不希望你出事啊。来。Madam，谢谢你，这次你处理得很好。如果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好。没事的，我回去干活了，走了。等等，我想来想去都想不通 ，Madam 明知道 Kitty 是抢人家老公的第三者嘛，居然还站在他的角度为他说话。一个专业的 PNC 呢，就应该这样做。有时候明知道当事人不对，但是为了能劝服他，也要带入他的角色，从他的角度出发，帮他说话。换的我就不行了。自己的老公让第三者抢走了，还要带入他的角色说话，不可能。所以 Madam 能够做 Madam， 你做不了。有时候我觉得 Madam 实在太绝情，为什么不给莫瑟一个机会呢？他刚才自己也说了，感情不分对错的嘛。我不这么看，我觉得 Madam 不是一个这么绝情的人，他这么对莫瑟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什么原因啊？我哪知道。去。你自己慢慢研究啊，我走了。你有事啊？去哪里啊？上班。慢等，我走那边。拜拜。拜拜。麦等。怎么了，麦等？胃很痛，我们陪你去看医生吧。不用了，回家吃点药就行了。那送你回家吧。你不是赶着上班吗？我陪麦等行吗？麦等，我送你吧。你先坐下。好啊。对了，你胃药放在哪里啊？嗯，在这儿。你经常胃痛啊？可能是最近比较忙吧。你最好赶快去看个医生吧。我没事。我给你倒杯水。谢谢你啊。嗯。厨房在那边，谢谢。喂，婆婆。啊，是我刚刚回来。你叫我买的那些深溶海味我全都买好了，明天寄给你，我看你下个星期就收到了。不用客气，天气冷了，公公身体好吗？嗯，多穿点衣服。好， OK， 拜拜。水。谢谢你。 Madam。 嗯，有些话呢我要说出来，你不要怪我多事。什么事？
你跟墨色之间是不是还能挽救呢 ？No way。其实墨色很关心你的，你不明白。你刚才也跟那个当事人说，感情不分对与错，夫妻两个有问题是双方的责任。既然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肯给墨色一个机会呢？不是我不给他机会，是他没有珍惜。墨色是我的上司，他的为人我看得很清楚。自从你跟他吵架之后，他整个人都颓丧了。你知不知道他为你辞了职？他辞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的朋友。还有那个第三者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真的不能接受。Sorry, madam， 我一直都以为是你太绝情了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原来墨色他……要不这样，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？有啊，以后不要为我担心，我没事啊。最好你有空的话呢，就陪我吃吃饭、逛逛街、看看电影，这样最好。真没想到啊，原来第三者是熟人，难怪 Madam 怎么都不肯原谅墨色了。如果换了是我，我也接受不了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有，是熟人干的吗？我们真的怪错了 ，Madam。喂，不是我们，是你。我一向都说 Madam 不是那么绝情的人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真是够机灵的。当然了，你比我浪得虚名啊。喂，你怎么会这么聪明啊？其实你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了。那墨色跟 Madam 离婚呢，并不是什么大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墨色连工作都要辞掉呢？还这么突然呢？当中一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。哎，难道那个熟人是我们的同事？你以为我是先知啊？不知道。喂，请问是不是彭国栋先生啊？是，我是哪位？哦，我是 Mary 啊。Mary， 我找你很久了。啊，我刚刚去旅行回来，就收到你留言了。你有重要事情找我吗？哦，是这样，潘文静是我太太。我知道，我好像在音乐农庄见过你一次，那时候我还没移民呢。啊，你移民多久了？已经两年多了。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啊，你是不是常常跟我太太通电邮啊？电邮？没有哎，我没有他的电邮地址啊。Mary， 你是不是在香港还有房子？是啊，你太太他们跟我租了，说是用那儿当画廊的吗 ？Mary，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。将来我们的梦想之家呢，窗帘一定有两层，外面那层呢要雪白的通花薄纱，里面那层呢一定要有花边呢。不用这么做作。另外，我在客厅里呢要种很多盆栽，你知道我最喜欢花了。在客厅里种这么多盆栽，你不怕蚂蚁啊？桌布呢，我一定要用格子的。我比较喜欢斜纹。还有什么呢？我知道，还有沙发，沙发啊，我喜欢布艺沙发，旁边还要有一盏漂亮的手造纸做灯。进来，进来。哇，等等等等，就快打烊了。哎，又输了，什么事？哦啊，我
我来告诉你，我明天8点钟去洛杉矶。嗯，送不送我？你怎么了？你有女朋友的，不想妨碍你们？她昨天到澳洲去了，那叫司机送你。那有没有什么要我帮你带到洛杉矶？带什么？走私啊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想说什么？哦，我是想顺便跑一趟呢，帮你拿份礼物给你的初恋情人 A 的嘛。哎，已经是陈年旧事了，你还提他干什么？他现在有男朋友了。喂，他现在有男朋友，但是每年还是收到你的礼物啊。我这人有礼貌吗？有什么办法？喂，那，你不要怪我多事啰嗦啊。他到那边念书，你再去把他追回来。神经病啊！你好烦啊你！别吵我。OK， 没东西带了？没有，也不送我了？不送了。喂，拜拜！臭小子。行了，妈咪，不用到机场了，弟弟又不认识路。是啊，自己坐车就行了。好吧，我到了再找你吧。OK， 拜拜。你妈咪？嗯。有没有跟他说我们的事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说去找他们。我想等我们安顿好之后再慢慢跟他们说。喂，你别这样了。那我们明天一上了飞机，所有的问题都消失了。希望这样。加聪啊，我们没别的选择了。我知道。你放心吧，我爹地妈咪很明白事理的，他们一定会接受你的。别这样子了，那你爹地妈咪呢？也在加拿大，你不是整天说想照顾他们吗？我们可以搬到他们附近。我以后呢还要有个农场，我还要养几匹马，农场旁边呢种点菜，好像音乐农庄那样。记住啊，手提行李很容易破的，不要见其他人手，是不是啊？你不是说没空吗？机场这么大，我怕你迷路了，所以我来看看你。哦，那我顺路就给他了。嗯，谢谢你。这么巧啊。是啊。喂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，就快上飞机了。登机证呢？哎呀，放到哪儿去了？哎，在这儿啊，我们该进闸了。差不多到点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不回去，我决定跟嘉聪在一起。你跟他在一起就没有前途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我跟你在一起可以有些什么？几个相同的手提包，几件我根本不喜欢穿的衣服，还是那部我看见就想笑的跑步机。我跟你结了婚7年，你每年都送我一个同样的手提包，但是你又不注意，那些手提包我放到衣柜之后一次也没有用过。你常常说我喜欢粉红色，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穿粉红色的衣服了。我每次打开衣柜看你那些衣服和手提包，我就觉得很讨厌。我觉得你越来越恐怖，越来越霸道，我已经没有自我了。我不可以再接受跟你在一起，你根本就从来没有了解过我喜欢什么，需要些什么。不管我说什么你永远都听不进去，你永远就是生活在自己那个世界里面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这个世界不是环绕着你彭国栋一个转的。
那天跟你吃最后一餐饭，我觉得很可笑。一个应该跟我最亲密、最了解我的人，在我决定要离开他那天，他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。那天我睡得很好，因为我知道睡醒之后，以后不用再看见你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黄三，你没事吧？我不希望有人把我的私事到处说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。你常常说我喜欢粉红色，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穿过粉红色衣服了。你每年都送我一个手提包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？那些手提包我放在衣柜之后一次也没有用过，我每次打开衣柜看你那些衣服和手提包，我就觉得很讨厌。那我跟你在一起可以有些什么？几个相同的手提包，几件我根本不喜欢穿的衣服，还是那一部我看见就想笑的跑步机呀？一杯热奶茶，谢谢。那正好，亲自向彭 Sir 请教。韦 Sir， 有什么要请教我啊？嘿嘿，长大了要发请帖了，是吗？那恭喜你了，谢谢。那彭 Sir 夫妻俩呀、啊，是出了名的幸福跟恩爱。他老婆啊，又漂亮又纯洁，速速向彭 Sir 请教，让他教你几招御妻术。是啊，彭 Sir， 教小弟几招吧。哎，其实很简单，最重要呢，不要一开始就宠坏他，不要惯着他。如果你惯坏了，想让他以后听话就难了。那我看我真的把开头做坏了，教堂、喜酒、装修家具全都是他拿主意的。你这么做太失败了，那我可真帮不了你了。不妨碍你们了。哎，哥 Sir， 哎，来杯热奶茶。进来。你要的那份 PNC data， 你手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我昨天终于在机场找到他们。加聪要带文静去加拿大，我忍不住打了加聪。算了，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他们两个人的事，可能还可以挽救。现在不算也不行了。现在我跟加聪闹得要离婚，我不希望你跟文静也这样。我想他们俩会分开，我才不告诉你的。就因为你不告诉我，现在不能挽救了。加聪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如果你对他好一点，他就不会搞婚外情，他就不会跟文静。所以这次闹成这样，你要负大部分责任。是，现在我错，加聪错，文静错，只有你一个人没错。不错，我一点错都没有，你说哪里错了？啊，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。不说了，拜拜。二哥，爸，哎，姑娘回来了。你最近很忙啊，那不叫你们就不回来吃饭。哎，警察局里忙。来，先喝碗汤了啊。谢谢。哎，文静呢？是啊，他没跟你一起来啊？他去加拿大了。啊，去加拿大了？早知道让他带点三文鱼回来吃了。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三明治倒有的吃，三文鱼。说这文静怎么无缘无故回去了？是啊，我上次跟他通电话呢，他也没说呀，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吧？能有什么事？他在香港住得闷，就回去看看他父母。嗯。
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？没有，玩够就回来吧。哎，国宝啊，找到工作没有？我找到了，找到一份服装店售货员工作。找到，才做了两天。哼，老板很刻薄的。这算什么？毕业到现在没一份工作能做下去。不是啊，现在世道不好嘛，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，就连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。知道就行了，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，你才中学毕业，你怎么跟人竞争啊？让你多念点书又不念。哎，算了，去念书吧，在香港念不成，出国念吧。啊，去外国念书，免了吧。那我找工作，我马上就看看报纸找工作。你也能找到工作，太阳能从西边出来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国良，二哥，你回来吃饭？穿成这样去哪儿了？不用上班？有有有，我有上班的，因为下班有空去学学游泳嘛。游泳？这么有空去游泳？我让你去学点东西，你不去，自我增值，你记不记得？做来做去还是在百货公司里卖锅碗瓢盆。你长这么大，究竟害不害臊？我还是先进去换衣服了。一个个都是这样，家门不幸。哎呀，算了算了。你也是，妈，管管他们才行啊，就知道惯着。我一会儿说他了啊。哎，再给你去盛碗汤好了。还喝汤？现在几点了？该吃饭了吧？那要等国富跟美丽他们吗？哎，是啊，他们两个要把铺子里的事儿办完了才能回来，很快到。哎，再喝碗汤啊。成哥，谢谢99.5元。哎，富哥，不用找了。哎，哇，谢谢啊。不用客气。老婆，嗯，外卖就快行了。嗯，你是不是还想吃点饺子？嗯，记得要多加点辣椒油，不辣我不吃的啊。行了，一会儿等外卖好了呢，你先拿回家去啊。嗯，我到隔壁去呢，给你买饺子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成哥，慢慢走啊。好好好。哎，娇姐，先喝杯热茶吧。啊，堂哥，你真是太好了。啊，娇姐，你真的好傻。哎呀，坏死了，老是占我便宜。妈，真是的，他真是骚到家了。嘿嘿嘿，娇姐，来来，你的外卖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要劳烦大少爷亲自送来。咦，怎么多了一盒啊？你说喜欢吃辣的吗？一整碗辣菜送给你。大少爷就是大少爷，特别豪爽，谢谢你啦。哎，娇姐，什么时候打场牌呀？我老公那么穷，哪有那么多钱跟你大少爷打牌啊？我给你出冲就行了吗？是不是呀？是的话，明天跟你打哦。喂，一言为定啊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。拜拜拜拜，谢谢你的辣菜。哎，不用客气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小姐，慢走。喂，为什么送东西给他？怎么了？哎。那你也得给客人点甜头嘛，才能留得住客人嘛。对客人就这么大方，对我怎么不这样啊？上次答应了我参加陈议员办事处的泰国旅行团呢，又说没钱不去，现在每一次去菜市场啊，就让卖菜婆跟卖鱼的笑我啊。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我每个月都要还钱给国栋吗？哪还有钱去啊？什么？你每个月还国栋5000元吗？那你的工资还有8000元，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这儿这么多客人，你在这说这些干嘛？哎，国栋回家吃饭，回家帮忙。他回家吃饭又怎么样啊？你马上给我说清楚，究竟这笔账是怎么算的？你老是这样，你拉什么拉呀？很好看吗？喂，你别这样啊！算账啊！算什么账啊？喂，福晋。阿唐啊，国富跟美丽走了没有啊？这么久还不回来呢？我看他们不回去吃饭了，他们正在研六国大风向啊。哎呀，够了！你说，这个够了！我钱都到哪儿去了？小声点啊，别闹得这么大，好不好啊？小声点吧。你也怕丢人呐？我就是想让人家听见呐。我以前是九龙城百枝啊，我在这区有多少人追啊？我还以为嫁给你这个大少爷，就是能够贪图有个好日子过。结果怎么样了？结果每天都要做10几个小时的工作。喂，现在没有人不让你去赚钱呐，是你赖着要在这里当老板娘的。老板娘，
你不说还好，一说我更火。人家卖鱼的老婆啊，天天逛街看电影买衣服吃好的，你呀、啊、就知道抓肚子借高利贷。像你这样的男人呢、啊，不死也没有用啊，早知道嫁给卖鱼的，不过父王跟离婚呢、啊。喂喂喂，你们两个又在这发什么疯啊？大嫂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大哥是没用，但是再没用他也顾住这个家。你跟玲玲吃的穿的是从哪儿来的？大哥不分昼夜干活为了谁？他没让你忧柴忧米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不知道你想怎么样，还口口声声说要离婚，离得这么容易还结婚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跟大哥离婚？要是我帮你忙，是不是？爸爸，我说说而已嘛。你闭上嘴吧，整天吵个没完。没事了，他心情不好才会胡说八道呢。我最恨女人动不动就要离婚，这么不尊重婚姻还结婚干什么？浪费别人和自己时间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回去吃饭吧。那这种女人不骂不行啊！谢谢郭董，你就快不打不行了。这全都是你自己不争气，你老婆才整天拿离婚来压你。你自己好好的检讨一下吧。一天到晚的抓你抓什么？你肚子就快抓烂了。吃水果。哎，阿宝，到店里去拿只冻蟹吧。又是冻蟹啊！是啊。妈，嗯，这个月家用。哦，哇，你给我这么多钱，你自己够不够用啊？没给你当然够了，走了。郭栋啊，这么久才回来一次，不多待会儿聊聊天啊？聊什么？又没人说话，我以为到了图书馆了。走了。不是我们不想说话，他脸色那么难看，我们谁敢说话？就是啊。喂，婆婆啊，你知不知道今天啊他好像吃了火药一样，平常我在店里啊坐十几个小时，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啊，就被他臭骂了一顿，好可怜呢。大嫂别说你了，我今天说去学游泳啊也给他骂。我知道他心情不好找人发脾气。说真的啊，我也觉得他好像有心事。喂，难道他跟二嫂有什么问题？要不然二嫂怎么会无缘无故回加拿大？你像好像吃错药。不是啊，我看他一定有问题。哎，那就糟了。如果他们夫妻俩一天不和好，我们就有罪受了。婆婆，你问问他什么事啊？哎，国栋的事情就算了。喂，夫妻啊，你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？这种事你们女人去干的吗？我什么呀？真是。那就他是你儿子啊。那你别看着我。没有，那这次怎么办？队长，报告全都齐了。我忙了几天通宵了。 OK， 交给了彭 Sir， 这件案子就办完了。哎，太好了。队长，这是我的请假信。哎，破了一个小案子就要请假，关你什么事？你以为像你放假也没人陪？你才没人陪呢。说真的，这么辛苦才破了这个案子，说什么也放放假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，队长，你批不批啊？我是没问题，不过要问问彭四儿啊。大家过来一下。刚刚破的那起案子报告全都在这儿。那太好了，就是有时间可以查这起案子啊。钟表大王绑架案，大交嘴碎尸案，这些案子放了很久了。找我啊，阳光。不是彭四儿，我想给左伦一些东西而已。要不要停下来让你们聊天？不要不要不要。我在楼下的餐厅等他就行了，不好意思啊 ，sorry。OK， 言归正传，就因为这些案子放了很久了，所以才要清的，免得拉低我们的破案率。彭总，这些案子全都断线了。现在叫你放风筝啊，断线。越难破的案子，我们就越要破。我要证明给人家看，我们西九龙重案组是最棒的，我彭国栋的手下是最棒的，明白吗 ？Yes sir。臭三八要加租，要加租。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，然后他一刀就划在他脖子上，一条血痕哗哗的流血。当时我非常震惊，说服了那个租客。如果我不说服那个租客，那个房东啊必死无疑啊。喂，你再压着我，我真的必死无疑。哇，先放开我。sorry， 不好意思啊。你真的很投入。哎，杨哥，我看你除了可以当谈判专家之外，还可以当演员呢。别瞎说了。不是啊，你说是不是？一哥以前说过，阳光的脸皮最厚，最不害臊。
我不相信，那现在文明不是见面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不好意思，原来你这么说我，我怎么说也跟你同房。你千万别听他胡说。不过真的，我真的夸过你，我觉得你真是前知优厚，你行的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别兜圈了，那就一哥请客。行行行，没问题。谢谢一哥。吃什么？鸡翅吧，鸡翅吧。杨哥，热狗。一哥请客，谢一哥，先谢了。哎，那些电脑游戏呢？哎，在这儿。热狗，热狗。二位，刚才彭帅怎么了？脸那么臭？你知不知道我们重案组最近有多少案子要查？陈年哎呀，你们都在这儿就好了。有惊天的大消息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想不想知道为什么 Madam 跟莫 Sir 闹得要离婚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查到了，还记不记得以前那个双八的同事，刚刚移民加拿大那个？他打电话给我，说看见莫 Sir 很亲热地拉着个女生，漫步沙滩呢。那人谁呀？那个女人啊，竟然是彭 Sir 的老婆啊！喂，嘘，喂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喂。他有老公的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是啊，就是啊，可能是物有相似，人有相同，那个不一定是彭四的老婆。喂，不是啊，他一口咬定说看得非常清楚。哎，兄弟，东西可以乱吃的话不能乱说，我们是警察，对不对？没有亲眼看见，千万不可相信。哎，对，啊，不错。喂，阳光，这不像你的性格，怎么那么认真？这个名誉攸关，可大可小的，真的不要胡说，对吗，阿伦？阳光说的对。嗯，我真不明白彭四。他把陈年旧案子全部都给翻了出来，根本没人管了。拼命是好，但是这样好像过分了一点。哎，你不知道吗？彭 Sir 本来就是个工作狂嘛，听说他老婆回了加拿大了，还不拼了老命啊？嗯。二爷，这回你真要帮我们了，求你快点叫彭 Sir 的老婆回来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喂喂喂喂，你们两个不用拜了，彭 Sir 的老婆不会回来了。大吉大利，你胡说什么呀你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在餐厅听白小生说的，他说莫舍的外遇呢，其实是彭舍的老婆。不会吧？哎，不止啊，他们还去了加拿大旅行呢。原来这样。走了，来，进来。Yes, sir。关门。你这是什么报告？错字百出，没文化，让人看了我们专案组还有脸见人吗？我经常跟你们说。叫你们自我增值，多学点东西，你们有没有听我说？ Sir, sir, 我已经在上一个课程了，我拿出去改，改完给你看。还有，你刚才说那些话是听谁说的？ Sir, sir, 我没有。我是问你听谁说的，是不是阳光？不是啊，庞 sir, 其实警察局的人说话你也知道的，有些事情不是就算了。那我告诉你啊，这里是干活的地方，其他人我不管，你归我管，你就要守我的规矩，请你以后注意你的言行，不许胡说八道。Sir, sir。喂，阳光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啊？原来莫瑟跟彭瑟的老婆有一腿，还一起去加拿大了。你是听谁说的？全警察局的人都知道。那些人胡说八道的，你不要相信。不是啊。那天我听 Madam 说，他说是让自己朋友出卖的。哎呀，我看这件事是真的。不管是真是假，总之我们不要再说了。我们认识 Madam 跟 Moser 对吧？我们要想想他们的感受才行了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那倒是，但是我真的替 Madam 担心。那 Moser 已经伤了他的心了，现在还要人家背后再说他，我怕他受不了。哎，那还有彭 Sir 呢？你知道他那个人？放心吧，他们是大人对吧？他们是谈判专家，他们知道怎么处理的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要再说这件事情，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。哦，真看不出来耶，你平时疯疯癫癫，没一句正经的。哎，一说到这个，你倒是挺正经的。哼，所以我说你，看人不能只看外表，疯疯癫癫只是我的保护我，其实感性才是我的真面目。不信，看看这个。PNC 内部分享文件。请指教，请指教。是什么东西啊？阳光的处女 call out， 咦，你怎么这么恶心啊？怎么会恶心呢？只是处女 call out 啊，这个标题我想了一个晚上，这样才突出嘛，真是的。我还打算一会儿拿去 PNC 让兄弟姐妹们分享一下，如果他们觉得正点的话呢，我就上 PNC 那个网供给他们欣赏，怎么样？你说真的？当然了，喂。那我要看看了。看看，指教一下。晨光出现。嗯。哎，慢着，我们每次出勤好像从来没有试过早上啊。那我从早上开始写起，不就是晨光出现吗？
你接着看下去吧。来，指教指教。喂，什么叫千钧一发呀？是不是千钧一发？阳光，你的头发还真重啊。哎，还有什么叫贬低啊？不是，是偏激，就是思想偏激。我写错字，不好意思。喂，还说是处女狂，那个 Kitty 自杀也不是你的第一次啊。哎，你怎么老找我的错处啊？别干了，还给我。哎，不过呢，虽然有几个错字，但是内容还写的不错啊。谢谢谢谢。这段啊还很感性呢。是吧？那身为第三者，还说自己是受害者，虽然不认同 Kitty 的想法，但是作为 PNC。就要把他救下来，这就是谈判专家的无奈。哇，简直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！是不是啊？彭四，彭四，彭四，看什么呢？彭四，阳光写了一篇分享文章，我们看了很有感触。大家赏脸而已。其实这些分享文章呢，将来我会放在网上，到时候请彭四你多多指教。好，言归正传，我今天叫大家来，是因为一会儿有记者来访问你们。一直以来，传媒对我们 PNC 的工作都很感兴趣。尤其在今年是第一年有 PC 可以成为谈判专家，他们就更想多了解一些。明白，到时候我们一定会鼎力协助他们。我就是想提醒大家， PNC 一向都很低调，所以一会儿你们做访问的时候讲话要尽量小心一点，尽量不要透露太多事主的私隐，还有不要说太多关于我们谈判的技巧，以免影响我们以后的工作。大家明不明白？明白。 OK， 记者快到了，到会议室准备。是。阳光，你留下。什么事，彭四？我再提醒你一次，说话要有分寸。虽然嘴巴是你的，我控制不了你说什么，但是你在说之前要想清楚，说完之后的后果可能会很严重。彭四，你，彭四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把你的事说出去了吧？怎么也好，事情过去了，我不想再提，也不想再听到些什么。不是，彭三，小心说话。平静里藏暗涌，世事看通，却没法通。怀着笑谈判中，我像放松，做词如朗诵。但专家都有太多恶梦，自己将困难搬送。方会有天空，有关过关，就似一把子弹；有弯过弯，没过不了一晚；有关过关，让脑筋转个弯，跨过患难。